观察是啊，享受时间是该觉悟的，哦，开始觉悟的策略，然后我们来观照本觉意，本觉意里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然后呢，合一大觉，跟整个虚空呢合在一起，成就见解，就觉的佛，这样听懂了吗？不是一直在这样讲吗？所以各位哦，就可以了解说，因为北部前辈给我解说，哦，那个时候啊，他不懂就是不懂，他都是很白话，可是不懂就不懂。那以后领悟了以后，一两天领悟了以后，再来听哦，以前的那一些话，还是一样，一样的话，懂了懂了，他懂了以后，是想还是一样。那个时候怎么会我不懂？这样了解意思吗？差在哪里？各位姐姐，差在哪里？差在心。